成了一个 macaroon。 是一个鱼。旁边都巨安静，但我一说话，现在旁边所有人都说。现在呢，就是整装待发，准备去 MOS 的秀。我还有两天，整装秀现在。我今天这身穿搭是不是还挺时髦的？买了小包包，展示一下。对，还有这个耳饰也不错。然后呢，这个妆容也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大地色系吧。我好想不看他穿那个高跟鞋，我现在很累。Hello， 现在开始在米兰第一天吃早餐。昨天晚上大睡特睡，6点起来的，然后又睡了觉，现在9点，我已经完全倒好了时差。今天在一个室外吃。我刚刚竟然没看到我的这个腮红打成这样。我有闻到海鲜的味道了。我也是。Hello， 来到了一家餐厅吃饭，看看都有谁吧。嗨，已经这位不用倒时差的女士。嗨，我的餐厅好像是一家比较艺术感觉的餐厅吧，它的这个设计非常有特色，还有它的这条路风景很漂亮，现在已经看不到夕阳了。刚刚米奇说这顿饭是4个小时，4个小时真的是有点久，3小时差不多。啊，来了第一道菜，应该是前菜吧。对的，薯饼。打了个哈欠。我这个蔬菜，这三道最好吃的是这道菜，好香哦。好吃吗？在米兰的最后一天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一顿火锅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去巴黎了。衣服和这个好搭哦。
要在欧洲吃星巴克下午茶。没有高叉吗？你可以直接拿下一个。牛仔和这个皮的拼皮，今天的锁扣和这个衣服很大，休闲的。我吗？运一个绝美空间。Jumping from cliff so high， 这里阳光真的巨好。美少女要坐在这里静静。Sometimes we're crashing down， but we get up and start from the ground。嗨，这是我探秀的 look。vlog 录的有点暴露受伤，暴露了什么东西，努力的把它剪出来。